哎，云淼你好，是安顿。对，刚落地。在路上呢，有点塞车。还好，一会儿见。我和云淼通了几次电话，他在电话里给我的印象，说话很得体，思路清晰，懂得如何引起我的兴趣。他说他有一个绝对不通俗的故事讲给我听，这就是我这次来西安的目的。您好，我是北京青年报的安顿，我订了一个房间。是安顿吧？我是于淼。哎，你好，真对不起，航班延误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那跟我回房间吧。行，来，我来拿。谢谢。北京现在天气怎么样？不好，刮大风了。这个季节总这样。你是北京人吗？我以前住在北京，到西安才一年。那能适应吗？还行。还挺大的。于淼和我想象的样子差不多，一个对自己、对生活有要求的女孩子，头发染过，但不夸张，妆化的也很得体。引人注目的是她的脖子，挺得直直的，整个人都好像因此悬在高处。她还给我一种感觉，她等待讲这个故事已经很久了。来，你这样靠着会比较舒服一些。哦，谢谢你啊，今天真是特别累。你挺会照顾人的。从北京到西安，我一直看你的口述实录。是吗？西安能有我们报纸啊？有。我想跟你讲讲我跟我老公的故事。我们恋爱五年，半年前结了婚。我把他追到手很不容易，跟他谈恋爱更不容易。这期间有一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在一起，他在监狱坐牢，因为我遇到他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。从此以后我的一切都改变了。大专毕业以后，我进了一家熟人开的广告公司做业务。做业务说起来好听，其实就是跑跑腿，做做推销什么的，挺没意思的。你像这种平面设计吧，它的这个，对，高速公路上那种是60平米的，这种生活跟我想象的生活差得比较远，所以那段时间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无精打采的。灯箱啊，比如说路边啊什么的，直到张扬出现。对，你还有一些产品的包装啊，比如说你新产品的一些发布啊。是。哦，从成立到现在已经3年了。对对对。他是公司新招来做广告设计的。我觉得我去那儿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遇见他。好，那我等你电话哈。哎，谢谢啊，打扰你了。哎，谁呀？新来的，长得跟模特似的。那是1995年底，他刚从湖南的一个美术学院毕业，25岁。他不是很英俊，但很有内涵，我就喜欢看他。张扬跟那些脏兮兮的留长发的搞艺术的人不同，总是把自己打理得非常清爽，头发很短很干净，普通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显得非常特别。哎，
我这有辣酱，来。好好好。哟，辣酱啊！辣酱是我的爱。哟 ，sorry。小胡，你少快一点。没事儿，不是，我不怕辣，我不怕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又不是四川人，这么能吃辣？你就让我再吃点。都没了。嗨，你小气！我老不是四川人，不知道。哦。明白什么呀？明白什么呀？说起什么哄呢？小胡，我这可不是四川辣椒，我这可是湖南剁辣椒，特别好吃。咱们这不是没湖南人吗？啊，我这四川人，全且凑个数吧。行了行了，有吗有吗有吗？没有吧？张扬是湖南人呗。对。张扬，啊，你湖南人啊？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张扬，来吃剁辣椒。哟，张扬，剁辣椒，吃吧。吃啊！对不起，我不吃辣椒。湖南人不吃辣。对。好好湖南人，好湖南人。小平，走吧。嗯。快点。走了啊，再见。拜拜。哎，小平。哎，我中午看见一个广告，鱼头火锅，5个人8折，一块吃饭吧，晚上。哎，鱼头有什么可吃的呀？挺好吃的。对不起，我今天约了人谈事儿，改天吧，好吗？啊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不是，你别走啊，回家。下次吧，我们也是。怎么都走了？他们不去，你请我，我去。改天吧，人那么少，挺没意思的啊。哎，我写日记，我打小就有这个习惯。因为没人听我说话呀，我就自己跟自己说。我发现，我的日记里开始出现了"得不到他，誓不罢休"这样的话。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的。其实我这个人吧，没有太多的朋友，不是说我不太善于与人相处啊，只是我不太习惯把自己的事跟别人说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我的事儿，我没必要跟你说，所以如果遇到事情我自己拿主意，而且我一旦拿定主意，一般来说谁也改变不了。小晶你不记得了，比你大3岁，在沈阳的时候他们家住在咱们楼下，你爸和他爸呀、是老战友。沈阳那时候我才2岁，不记得。现在人家可出息了，在美国读研究生呢。这次回来是要找个女朋友的。那还不容易，想跟着出国的人肯定多的是。明天他到咱们家里来吃饭，你可早点回来啊。你们什么意思呀？要给我介绍男朋友啊？小晶，他在美国多少年了？6年了。6年找不着女朋友，书呆子。你不懂，搞科学的人跟军人一样靠得住，没有花和肠子，保险。我不需要保险，显得我没能耐似的。什么歪理？找个坏蛋就显得你有能耐了？再见。大家好啊，外面一到，可能得加班了，我先走了。先走，再见。
没走呢。还没走，我一会儿就走。你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加班。要不打个电话，快见见你小静哥哥。我突然对自己失望极了，或者说对张扬失望极了。他对什么都淡淡的，对什么都不冷不热，好像没什么能引起他的兴趣。我觉得我可能永远无法接近他。你请我看电影吧。我跟小婷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。为这个，我父母没少抱怨我，说我一天到晚糊里糊涂的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其实我想什么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我想要张扬。他身上有一种气质，我特别迷恋。我知道他身上一定有我想要的那种东西。这刚洗完，四瓶够了吧？够了。哎，你老公呢？我哪有老公啊？不可能啊，他平常谁陪你逛街？自己呗。我现在是炒了老板，自己开公司。谁吵谁呀、啊？你不信呀、啊？哎，我这人做事的原则就是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我创造条件也要上。对，同学聚会上，一个男生的一句笑话点醒了我。没错，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既然我喜欢他，我不能再等待机会了，我要自己创造。这鞋现在卖得特好，这是特价50块钱一双。有37的吗？有，这就是。给我帮你穿。好。我的命运就寄托在这双50块钱的特价鞋上了。小淼，还没睡呢，我上厕所。演出开始了。李淼，明天见。嗨。Thank you.
于淼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把脚崴了？嗯。能走路吗？嗯。把脚崴了，就在楼下报亭，你来接我一下吧。哎，没事了，你回去吧，我爸马上就来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以后小心点。哎。以后别穿了。哦。再见。再见。真的发生了，我期望的一切，只要你真的希望，一切都是有可能的。张扬，张扬，哎，于淼来了，哎，脚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干嘛不在家多歇几天呀？这么着急干嘛？是不是想我们了？一瘸一拐来上班，我看你都快成优秀员工了。我看是有动力，是吧？英雄来了，还不去谢谢人家？哦，谢谢你啊。脚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我爸妈想请你到我们家坐坐。有空我一定会去的。那我请你吃饭吧。不用了吧。用，怎么不用啊？大家伙一块去啊！小平你也去，孟鱼头五个人八折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大家一起摊，用不着于淼一个人请客。别，我请吧。切，就是嘛，就该于淼请啊。我请，我请。好吧，那晚上大家一起去吧。好。好，那我先过去工作了。啊，嗯，再见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变成了熟人。我常常到设计部找他聊天，工人和他开玩笑，他总是那么腼腆，适可而止。我一直不能从他的态度中找到明确的答案。这样又过了几个月，我觉得我实在不能忍受这种若即若离、不明确的关系。我决定改变这种状态。我要离开这儿了。去哪儿？去一家外国人开的贸易公司。那是好事儿。对，那工资比这儿高，环境比这儿好，可以学到不少东西。那祝贺你了。可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，想了那么久的事儿真发生了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就一直在傻笑。他说他其实早知道我想什么，公司的同事还曾经开过他的玩笑，但他觉得我年纪太小，不愿意接这个茬。我家就住这个楼里。几层啊？五层，亮灯的。于淼。
呵，挺凉的，你这屋。还好吧？不错，蛮干净的。我还以为好多颜料，往哪一坐就一屁股颜料呢。哎，都是你画的呀？啊，怎么了？那字儿也你写的？对。我怎么一个都看不懂啊？我也看不懂。少来。这是谁呀？怎么穿着我的衣服？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女孩，不过这幅画还没画完呢。她好不好？嗯，还可以吧。什么叫还可以吧？就是不太好画，轮廓有些不清楚。怎么不清楚了？鼻子眼睛清清楚楚的，是你没看清楚。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儿，我的生活甚至有一段时间是乱七八糟的。原先很多喜欢的都不喜欢了，但那幅画一直跟着我们。那天晚上他给我看这幅画，跟我说他的理想是有一天能办一个属于自己的画展，他要把这幅画挂在展览的入口。也是在同一天，我萌生了一个想法，我要努力挣钱，我要帮他实现自己的理想。那你是把他的理想当成你自己的理想了？是吧？可能女人都会这样。我们俩恋爱开始的时候，是我用的心计，是我追的他，而且好不容易才追到手，所以到现在我还经常跟他开玩笑，说这一切经历都是我自找的。实际上这样也挺好的，不如意的时候你怪不了别人，要怪只能怪自己。其实我那段时间一直想找一种方式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，离开广告公司做生意。后来我就跟张扬商量，他说我可以考虑开一个小酒吧。开什么酒吧？好好的工作不做要辞职？我不想在广告公司混日子。酒吧那哪是女孩子做的事儿，什么人都有，你对付得了吗？我对付不了，还有张扬呢。他也要辞职？两个人都成了无业游民，一点保证也没有了。我自己做生意，自己挣钱，这就是保障。挣钱？那么容易？自己做生意肯定要冒风险，可不冒风险就挣不了钱。酒吧的格局张扬可以设计，而且我们在后海找了个不错的地方。哪儿来的钱？你们甭管了，我找朋友借。借？你怎么还？万一亏了本，你拿什么还？找你们谈是希望你们支持我，这种事儿肯定要靠自己闯一闯的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成不成都得试一试。哼。师傅，收工吧。好嘞。明天再干啊，早上七点。哎呀，师傅，收工了。哎，别靠，一身土。土怕什么呀？你就一身煤渣，我也得靠你。那你不怕，你就靠吧。我怕，怕你靠不住。那怎么办？你靠我呗，以后我养活你。你养活得了我吗？嗯，等酒吧开张了，我管你吃管你喝，你呀什么都不用操心了，一定给我成为个画家啊。哎，
我可没向你保证过啊。我不用你保证，我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追着养你的那个人。追着来养我？哪有这种好事？好事都让你碰上了。我们回家吧。是要回家呀。我是说，回我的小平房。1996年的秋天，我们的酒吧终于开张了。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生意上，每天睁开眼就想着还欠人家多少钱，今天的目标是多少钱。除了睡觉，我整天待在酒吧里。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好吃懒做的人，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工作狂。你装什么呀？你装什么呀？干嘛呀？今儿我给你面子，要不抽烟不？谢谢谢谢。什么玩意儿？气走了。明天来啊，明天来啊。哦，吓我一跳！你怎么来了？累了，过来歇会儿。哎，怎么了？刚才？没事儿。生意不错吧？那当然了，你不看谁是老板娘？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这本事？没看出来的多呢，以后慢慢。我只觉得机会来临了。其实我后来想过，如果当初不和那个画商打交道，可能以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。但谁能预料到呢？我们当时除了高兴，就还是高兴。我甚至觉得这个机会是我为张扬创造的，我特别想让他成功。后来张扬做了那个画商的枪手，小平房成了他的车间。他第一次就卖掉了3张画，以后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画得也越来越快。我知道那不是他的理想，但我们终究向他的理想迈了一大步。我觉得，只要有人买他的画，就说明有人在欣赏他。当时他的很多画画的朋友是非常羡慕他的。对不起，我电话。
喂，还得有一会儿，你来接我吗？那行，我给你电话，一会儿见。哎，开车小心啊。是张扬，他一会儿来接我。他现在还画画吗？不了，他开出租。啊？我们现在感情很好，生活很幸福的。张扬他现在很健康，他也很满足。一下说到故事的结尾了，中间你还有兴趣听吗？知道这种开头和结尾，肯定对中间更感兴趣。最精彩的部分，也是最残酷的。以前我看故事、看小说、看电影，特别爱看那种有生有死的故事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两个相爱的人不经历一场生死，很难把对方了解透彻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也要用这种方式去了解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拉他去看那个行为艺术作品展，我在那儿差点把他弄丢了。那间黑暗的房间让我觉得恐惧，那些作品让我感到陌生，冷冷的很不舒服。张扬的眼神让我害怕，我一直以为我了解他，以为他和我一样受不了那里的气氛，以为他生病了，可我没有注意到他周围事物发生的变化。当时我该知道的，是我太粗心了。吃饭了吗？吃了两片面包。你可真行，话起话来什么都忘了。不怕冷，不吃饭，你成神仙了。我给你热牛奶。昨天晚上把我忙坏了，一下来了30多个客人，啤酒都没了，我就让他们去超市现买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刚买回来，厕所坏了，一个晚上我就没停过。你画的什么呀？来，趁热喝了。那么瘦，倒真像个艺术家。生意好吗？这两天你还知道关心我呀？你说咱们有多久没在一块儿了？你也没时间。我没时间，我是怕打搅你。喝了。手怎么这么冷？是不是感冒了？没有。是感冒了吧？你看鼻子都不通气了。真没事儿。买点药吧，好吧。你真没事儿。哎，
老汤定金付了吗？付了，付了1000美金。照这样下去，我们成富翁了，快。那你画吧，我换件衣服就走啊。晚上记得吃饭啊。于淼，哎，又逛摊去了？嗯，累死了。喝点什么？随便，苹果汁。嗯，哎，张扬在吗？没在，在家画画。啊，天天在家画画，上次来也没看见他。是啊，最近挺少来酒吧的，都快成大画家了吧？可没少花心思追他。那可不知道。哎，鲁军呢？哎，别提他了，还是那样。看看我新买的毛衣，哎，我看看，多少钱？开价260。多少钱买的？60。啊，那么便宜啊？嗯。哎，跟你说点事儿。嗯。鲁军想换点美金，你们有吧？要多少？2000行吗？什么时候要？尽快吧。行，我让张扬送来，回头啊，让他请咱们吃饭。哎，请客算了。那别呀，他最近挣不少钱，不能便宜他。嗯，好啊，又白吃饭，又拿美金，又买衣服，哪有这样的美事儿？好像怎么没在家呀？哎，假装在家里画画，其实不知道跑哪玩去了。可得看牢点。这样吧，你跟我去一趟吧。我去给你拿钱，你等我会儿。他睡着了，没关系，他老这样。叔叔，2000。不用数了，不用数了。他没事吧？哦，经常的，画画画的太累了，老哪睡哪。好吧，你左拐就上大街了啊！好好好。画向我印证了一切，骷髅、白骨、变形的人，那些坟场好像有幽灵在飘荡。什么样的眼睛才能看到这些呢？我只觉得我太不了解他了，因为那么一个破酒吧，我把最重要的人放在了一边。我已经那么久没看过他的画，不知道他在画什么，我只知道他又挣了多少钱。你怎么来了？
在这儿。这是什么？滑石板。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画画用的滑石板，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把出来！把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造我！你那么年轻，不用陪着我一起死。我看着他，第一次发现他那么瘦，瘦的一阵风都能把他刮跑。我真是瞎了眼。那个时候，我也许应该离开他，可我的腿不听使唤，我走不了。看着他坐在我面前。他的头都要埋到地底下去了，可我却没有哭。为什么？是谁给你的？你怎么开始的呀？怎么开始的？还不都一样？不一样。我要知道我好好的生活怎么会变成这样。好好的生活，就是因为这个开始。你什么意思呀？老唐跟我订了一批。关于地狱的话，他说我是所有枪手里面最好的一个，但是根本找不到感觉。后来他给了我那个东西。